台艺美籍的陈凯杰与搭档 Katrina Wolf Cosin 再次站上冰面，展示优美长曲节目。他们靠着长曲的完美表现，成功弥补了短曲第五名的不足，最后总分第三名，拿下了东青奥的冰舞铜牌。不过这回两人不只要为了自己，更要为混合团体赛决心队的队友而战。混合团体赛将各国选手一同组队，并且以积极、发现、未来、勇气、希望、远见、决心、聚焦等特质来帮各队命名。陈凯杰与 Wolf Cosin 代表决心队出赛，争取好积分。两人在默契上完美搭配，无论是滑行速度或者是旋转托举都获得了评审肯定。尽管发生了跌倒失误，仍然在八队当中排名第四，替队伍争取到了五分积分。最后团队排在第四，和第三名同样拿下了十八分，差一点又进账铜牌一面。混合团体赛，日本组合吉田备菜、西山真虎在冰舞替勇气队拿下第一名的八分积分，双人第三名，女单第一，男单第七，抛开压力的精彩表现，让勇气队最后拿下了混合团体赛金牌，第四年一度的冬季青年奥运画下完美句点。